这可能是我见过最惨的吃鸡玩家，和平精英玩了一年了，已充值了快20000块钱，结果他老婆跑了，所以不想玩了，于是找我回修了这个账号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氪金20000块钱的账号现在还能值多少。首先这是一个苹果抠区的账号，王牌印记比较少，就只有一个，热烈值的话已经到56000了。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仓库，时装一共有123套，其中粉装就有20套，热门粉装有冰虚女王、梦幻火箭，热门紫装也是有不少，比如奇异守逆者、鲨鱼裤、小丑鱼，但是时装这一块就已经价值2000多了。我的天哪，头盔平均27套，背包平均28套，载具皮肤一共有7个，吉普车2个，双人跑车2个，蹦子1个，轿车2个。 Nice。然后26个粉级降落伞，4个飞行器，1个僚机，然后就是升级枪，差点意思，只有2把升级枪，1把 AK 的，1把 98K 的。这个号可以2次实名，正常价格是在5100左右，不过号主着急出4800直接建。